学会做这一道菜，你的家人都会夸你好手艺。大炒虾比较适合开边蒸。你平时要是不知道吃什么菜，在我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就可以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挑掉虾线和虾脑，洗干净。金针菇垫盘底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准备蒜末、姜末、葱白、剁辣椒，搅拌均匀。六成油温呛香，蒸鱼豉油、胡椒粉，调成蒜蓉剁椒酱，平铺在大炒虾的表面，上蒸笼蒸6分钟，撒上葱花红椒末，淋油呛香即可。不要忘了，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。记得点我头像进来看我直播哦。抖音。